而焦中心同在厦门工作期间发生严重意外。报道指9月7日凌晨，阿娇在酒店房间内发生意外，头部严重受伤，并且送院留医。据知阿娇正接拍内地电视剧，受伤时不是在工作的状态。其所属的英皇娱乐也发出通知，指今天凌晨2点多，钟欣同阿娇身在厦门下榻的酒店房间发生意外，头部严重受伤。她第一时间通知闺蜜容祖儿以及经理人霍文熙 Manny， 因为伤势严重已及时送往厦门大学第一附属医院。Manny 和祖儿也马上乘北京往厦门的第一班飞机去协助阿娇。受伤后的阿娇一度还坚持要继续前往剧组拍晨戏，因为今天的拍摄时间是凌晨6点，也是最后一天的拍摄，不想耽误戏组的时间，但因为伤势不轻需留院观察，经纪人霍文熙也不允许他及时继续开工。据知阿娇经过初步检查之后接受了缝针手术，今晨可以用微信简短的向家人以及公司报平安，但她仍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，医生正为其做出密切观察。魔方君在这里也希望阿娇可以早日康复。魔方全媒，娱乐全世界。